可能把你的衣服撕开啊，然后掐着你的脖子啊，然后就是怎样都很大力啊，一撞一撞很大力这样。我都不知道你是这样子。好抱歉，我都不知道你口味这么重。你自己聊得很兴奋，然后又很崩溃。我崩溃点是我情不自禁的在那边。哎，各位，我回来了，本本也来了，我有被这个麦克风挡住。哇，你这是看起来太可爱了吧！哦，谢谢。卫生纸塞进去吗？塞着。没有三分之一，因为我觉得太低了。哎，我没发现，这样蛮好看的。你说这个卫生纸很好看吗？就是瓶口啊。对啊。要，你他妈不要每个人面子问要不要伸舌头。就跟你们说，我那一次，我真的不记得我有伸舌头。是吗？你确定你有感觉到舌头吗？我不记得我有伸呢。不是伸舌头，是你准备，就是我本来以为是揪一下而已，可是你是开始越来越湿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前阵子不是有一支影片，就是用什么一个区块让他猜是谁？对对。然后他不是那时候就看那个耳朵，然后他就以为看耳朵，然后以为是我的。对。我就想说，欸，他跟我认识好几年了，然后我一直都是那个状态，啊，他居然不知道我的耳朵长什么样子吗？对，我也觉得很夸张。我也是想说，本本的耳朵我记得一直啊都是有戴耳环的，然后他以为那是我的耳朵。对啊，他好像说什么，我认识的女生哪有这么多耳洞的啊？是谁啊？这样。所以你喜欢的类型是瘦瘦的？没有，我喜欢胖一点的，我不喜欢肌肉，不然就是太瘦。12月7号是都这样啊？你说的胖胖的是怎样穿胖胖的？就是不能太竹竿啦，啊，不能太竹竿。那怎样的身材你觉得是最 perfect 的？ perfect 吗？至少比我大只吧。废，大部分都可以比你大只吧？放火算瘦竹竿吗？他放火。其实我觉得，可以讲吗？怎么样？是什么？不是，你看他裸体吗？不是啊。我一定有看过他上半身啊，欸，没有，大家都看过吧？对啊，大家都看过啊。对啊，大家都看过他的裸体吧？没有，哦，可能之前我们会穿和服什么，他要脱衣服什么，我们都有看到他的上半身干嘛的。其实我觉得他的肩膀有点太宽了，他肩膀有点太宽了，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然后太瘦了，宽，然后啊，欸，倒三角。哎，欸，我这样子讲，好像公开在讲他坏话，欸。没有啊，这样不是坏。在嫌弃他这样子，我们没有嫌弃他，我们没有嫌弃。倒三角是不错，但他不是那种倒三角。你的意思是指，反正他的骨架是宽的，但是他身体太瘦了，应该是这样子。我也其实有点忘记他上半身长什么样子了。而且为什么我的印象是他都在脱衣服？应该大家都看过他的裸体才对啊。我是没有啦，猜一下了。嗯，这你只会查到那张？有啊，你看超多的啊，他就都会这样子啊。不想看。不是，是他自己脱的。哦，好哦。哦，对啦，就是他每次开台都自己在那边裸体，所以我知道他裸体长什么样子没。他没有全裸。主播明明一个洞都没有，对我什么一个洞？我三个，欸，四个。你说耳朵还有鼻子之类的吗？是。一二三四六五六。七，那他哪里有七啊？屁股啊，屁股不是有洞吗？哦，对，我刚以为我下面只有一个。正所谓生女儿没屁眼，就是在说你。奇怪，我刚刚怎么有一瞬间以为我下面只有一个洞啊？对，因为我们通常不使用后面，还是你会使用？不是每天都会使用到吧？不是，我是说另外一种使用方式。当然是不会啊，当然是不会啊，但是。好像也有人讲说，后面好像你有被要求过吗？有啊，我不行啊，不是因为他们又不是他们被插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试看看嘛，就是好像很有兴趣这样。为什么男生是男生要求的吧？当然啦，啊，不是我吗？快点插我的屁股，快点！为什么这规法一开始就这么劲爆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讲到找错人的，不好意思。你知道 BL 漫其实某种程度上，主播女孩子的内在都是粉红色的，对吧？是吗？有一些当然比较清水，但有一些就很就是连那种什么鸡毛，鸡毛，你就说毛就好，其实哦，对。然后有时候可能会，例如说就是那种，就是会
摸那个毛的那种剧情也会有。为什么要摸人家的毛啊？这是一种情趣。所以你看得很兴奋哦。我以前看的会很兴奋。你说摸毛吗？对。这个主播怪怪的。那你看一些很刺激的 A 漫，你不会觉得很兴奋吗？会啊，但是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感觉。摸毛有什么好兴奋的？你们有人可以理解我吗？并没有，不是说被陌生人或者是认识的，是你喜欢的，但是他要有一种强力的感觉。你说有点像霸道总裁吗？可能把你的衣服撕开啊，然后掐着你的脖子啊，然后就是怎样都很大力啊，一撞一撞，很大力这样。我都不知道你是这样子。好抱歉，你看起来超清纯的，结果没想到你也喜欢蛮重口味的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你喜欢摸毛。我超怪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观众可能也是今天才知道我会喜欢摸，不是我喜欢看别人摸别人的毛。什么意思？你越讲越奇怪耶。你有在看 NTR 系列吗？没有。啊，不然我现在给你看一个我之前看的，你都用什么看啊？我就网络上随便查一查。哦，你 App 不会就是用什么特别的 App 看吗？不会耶，你会哦？哦，会啊。怎么了吗？很奇怪吗？是没有奇怪啦，会不会都是摸毛系列啊？不会啦，这是 BL 漫啦，都是毛。这个就是 NTR。哦，是漫画的，就是它的就是什么？啊，我知道了。然后可是丈夫在看，没有，丈夫在外面等他。哦。然后他还就是丈夫来问他，那你要跟本本说你的按摩经验吗？女装就只好赶快把头凑在外面，然后跟他说哦没事，然后。一直在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真刺激！完了完了，我聊太投入了，我很抱歉。你自己聊得很兴奋，然后又很崩溃。我崩溃点是我情不自禁的在那边，严厉谴责，严厉谴责，抱歉抱歉，邱小姐请自重。你会跟女生朋友聊这个吗？高中的时候很喜欢聊这些东西，欸，就是可能高中的时候，对啊，就是可能聊色色的东西啊。你从高中就会聊色色的东西了？嗯，怎么了吗？没有，不知道为什么本本一直在我心中有一个很纯洁的印象，不像是会讲开黄腔的那种感觉。我不会在外面随便开黄腔啊，就是可能我跟你认识这样，可能因为职业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比较不会扭扭捏捏的，或者是比较内向。对吧？我觉得我算内向啊。有吗？你刚才，哎，你知道说到这个，我上次看了一个好猎奇的东西哦。是动漫的。哦，动漫的。然后是苍蝇。对，这个地球好像变成苍蝇要跟女生交配，然后那个苍蝇都是很大只的那种，就可能跟人一样大。然后那些女生都梦想着要跟苍蝇交配。就有一个女生被选中，她就很兴奋，她就说啊，等了这么久，终于可以变成苍蝇赏的新娘了。然后她就一直被苍蝇，撞来撞去，她就很开心。她说什么，我的肚子里怀着苍蝇赏的孩子，哎，好幸福啊什么的之类的。对啊，你是自己主动看的吗？我那时候在刚好在翻 A 片嘛，不是因为你有时候也没有想看的时候啊，可能会有些广告跳出来，你就点进去啊。对啊，我就想说苍蝇，我就点进去看啊。宇宙人的花园，它叫做宇宙人的花园。名字听起来很罗曼蒂克，但怎么会是这种题材？超怪的。我看一下，你是都喜欢这种？没有，我是我没有兴奋，我只是觉得猎奇，所以我会点进去看。反正就是他在跟苍蝇交配啊。嗯，好恶。反正它这个是有一个故事的哦，人类变成必须只能这样生存。苍蝇从宇宙降临与人类蜜月已经数百年，以人类为中心的不断重复的异种交配的结果，他们的生殖系统不断的在变化。好的，我们都不知道你口味怎么重。我没有喜欢，我没有说你喜欢，我也没有渴望，我只是觉得什么意思？但是你会看，你还看得下去？我会看的啊，这就是人的好奇啊。你已经是等待成为苍蝇苗床的新娘子了，已经完全重生成接受苍蝇的疼爱的身体了。苍蝇上，苍蝇上，苍蝇上的 XX 太
帅气了。抱歉，我想说给大家说一个故事，就差不多是这样啦，就这样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就交配这样。嗯，对，嗯，对对对。哎、欸，你看那个毛毛的，你喜欢的墙上就是像这种吗？也不是，它是苍蝇。你们都很奇怪吧？没有，我觉得看苍蝇比较奇怪。苍蝇真的略胜一筹，我就说吧，我看摸毛的已经还好，好不好？我就说我不喜欢苍蝇啊，那你是喜欢啊？可是你会看苍蝇啊？可是我是。我们要聊这个，跑多久？不是啊，你就听不懂人话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不喜欢苍蝇头，我没有幻想我被苍蝇。那你会分享给别人看苍蝇？会，因为我觉得这很酷，大家可以知道。你还记得我喝醉的时候会怎么样吗？嗯，会哭吗？不是，我没有。哎、欸，我在节目上没有哭，好不好？哦，那个上次结束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人哭得很惨啊。你是说我关台之后我就坐在沙发上开始哭吗？你走来走去一直哭，我、哦、是我走来走去哦，就很像一个 NPC， 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干嘛？真的假的？我走来走去哦，这样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然后在那边哭，然后不知道在做什么。啊，我讲什么吗？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很好笑，好丢脸哦。然后你在旁边看得很傻眼，我就在旁边就一直看着你们两个不知道在干嘛。你说我一个在那边哭，然后那时候放我在干嘛？放我在坐在厕所。讲起来。然后我跟小念就坐在旁边，就一直这样看着你们两个。然后很久很久之后，我才走。你是怎么原本想要去吃宵夜的？对对对，本来我们约吃宵夜吧，就我自己去吃姜母鸭了。笑着两个都崩溃了。因为我那时候哭是因为放火喝醉，然后我自己觉得很自责。对，他就开始哭，然后一直对不起放火。但是我觉得，因为你是有事前跟观众沟通过的，嗯，而且我们又不是跟放火不好，然后他也是答应接受，嗯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问题啊。对啦，但是就是在观众的角度就会觉得我灌酒的行为不好这样。对，但是我们是一开始我们就有跟来宾讨论过会喝酒会干嘛的，所以我们并不是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然后灌他酒。嗯，而且这个本来就这样，像我拍那个酒精流氓的时候，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是要来被灌酒的啊，所以我一定会让大家都喝醉才回去。我的那个是能讲的吗？哪个？就是酒精流氓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、就是我下个月五月中呗。对，五月中我会拍酒精流氓。没错。我好害怕哦，到底会醉成怎么样？我已经很久排除那个大酒店第一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喝到烂醉了。你知道我们的花絮都是一定要是来宾在我家的马桶上面吐的花絮，一定要有个人吐哦，就是也没有一定要，就可是大家都在吐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应该不会，我喝醉就是可能会再被我舌吻一次。